垂直着跟皮肤表面这个的角度，这叫直刺。半球的。往这个的叫做斜刺。哎呦，再拿一个。Perpendicular insert. Okay. With a 90 degree angle. Okay. 直刺。This is about 45 degrees. Yes. Yes. 这个是横刺。Angular, 是平刺。This is about 15 degrees. Yes. Yes. 90, 50, 45 and 15. Yes. 什么时候用直刺？什么时候用斜刺？什么时候用横刺呢？缝子肌肉丰满的地方，大部分都用直刺或者斜刺的方法。肌肉丰满的方法，屁股上、hip、臀部、under the waist， 这儿的 thick muscle， 是很有 thick muscle，yes, perpendicular or this one， yes， most is the perpendicular， yes， 背部这个都得用直刺和斜刺方法，但是对于这个头部，它下面是骨头，facial point， 都得用平着长。Because there are many bones, the muscle very thin. 它这个都得用，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没几乎没什么角度，它因为咱不是骨的皮肤很薄的地方，这都用肌肉很丰满的地方。知道意思了。Yes， 知道了。对，这是角度。还有一个斜刺，用那个背梳洗。鞋子保护腹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嘛。一般的用在那些腹部是吧？背部。背部。就是这个。On the back。啊。The back， 这是那个什么区？关节处。脏腑呗，脏腑的穴位呗。啊，对，脏腑穴位。对，脏腑的穴位。Yes， the points on the。靠近脏腑穴位都得斜着长。The viscerals。啊。The visceral points。啊。Which use the horizontal。啊，好像从 ，to protect the points， 应该是脏腑的穴位。啊，就是防止进入针进入胸腔、腹腔造成危险。就是 prevent the needle。胸腔不行。To hurt the internal organs。嗯。为什么you use the yes open yes horizontal not this？ 啊。Because it maybe we can hurt。Yes。Yes。Yes。他理解了。这是针刺的三个角度。针刺三个角度，下边深度的事儿，这是我黑板上没写。深度，深度啊，所谓深度，yes， 所谓深度是什么呢 ？The depth， 扎针的深度，扎针的深度要根据马的胖瘦、大小来决定深刺。The depth depending to whether the horse is fat or thin， big or small， yes， 你不像比较胖的马，肥胖，这个马就得扎深点儿，因为那个穴位那个深的经络也深，扎浅了不行。比较瘦弱的马，瘦弱，那骨头都露着肋骨这样的，这样就得扎浅点儿。你不像它那肉都很薄，下边都是骨头了，这个都得薄，都浅点儿。小动物包括是吧？你给他说清楚意思。Yes, if the horse is very fat.There's many effects we can use the with maybe insert deep. If the horse is very skinny, maybe we can insert shallow. Yes. Yes. Okay. 得知道那个深度是个灵活掌握的。但是书上他都介绍了每个穴的深度，咱们在活体上得看着。Yes. 胖瘦啊，具体情况而定。对对，那不是死的，那不能死了。这个。Change the depth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nimals. 强度都给你刚才说的，还说的不是说强度，强刺激弱刺激，刚才说了其他讲的，那都分了吧。Yes. Maybe the skinny horse have the shallow point insert shallow. Yes. If a strong and fat horse insert deeper to get a point.不行，行吧，明天什么？明天就是灸法、烧药术，跟那个水针、电针一块就是那个。那灸法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还用点那个做的？奶油奶，咱们点了。对，给它点做的吧，那个。是那个艾叶那个。那个，这是灸。明天，马，
枪不来行，枪做酒法，对，做酒法也行，酒法行行行，酒法，嗯嗯，比划比划，嗯，酒鬼哈，酒鬼是。这是那个强度啥？强度分的强自己绕自己，说一下吧，说一下吧，简单说一下。针刺的强度，针刺的强度是什么呢？都手到实际上都谁都不见。咱们现在呢，它都是简单的，别人你现在人接受好理解了。强刺激、弱刺激、中等刺激，这样啊，分三个。